场上裁判周培芬一点，红花队员徐艳艳来自安徽代表队，黑花选手陈彬彬来自西安陕西基地代表队。一起备开，第一局比赛开始。对方消极冷落对方，被提示一次。本场女子65公斤级比赛结果，红方安徽选手徐艳艳优势胜利。